钢化蛋，有没有喜欢吃这个的？刚出锅，哎妈，还烫着呢。里面这个不能吃啊，不过也可以吃，就是比较难消化，太烫了。这个真的比鸡蛋要好吃很多很多。太烫了，我感觉这里面汤才是它的灵魂，这汤真的太好喝了。你们看，哎呀，真的太好吃了，没吃过的可以回去尝尝。我觉得这个应该烤了会更好吃，就是没那条件，没地方烤。哎，这里面的汤叫个啥嘞？专业词语叫个啥？我咋突然想不起来呢？嗯，太过瘾了。